新年新气象，新启航。为庆祝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十周年，中国影像节以“一带一路”为主题，将为我们带来多部精彩纪录片。纪录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的形式，也是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窗口。以影像作为载体，向泰国民众以及全世界用心用情讲述真实中国故事。我喜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，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给我留下了丰富的回忆。我惊叹于这个国家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瞬息万变的发展。我致力于“一带一路”研究，并见证它一路走来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秉持和遵循共商、共建、共享原则，致力于实现政策沟通、设施连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，是发展的倡议、合作的倡议、开放的倡议。此前，习近平主席访泰，与巴育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中泰共同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合作规划，相信泰中两国将有效地对接各自发展战略，推动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不断取得新的成效。衷心祝愿中国影像节圆满成功，也期待泰中两国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相互成就，共同繁荣。